是谁在运作的呢？是圣灵在运作，不是你的能力。那被神大大使用的弟兄姊妹们，不要高估自己，不要骄傲啊！这不是你，是神借着你。这一切呢，都是在我们刚才读到马可福音，对不对？就是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其实随着他们。然后如果你往下读，在20节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呢与我们同工，他以那神迹其事去证实所传的道。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是如此的看重我们人类，神要与我们同工。你看我们是如此的重要，神要与我们配合配搭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灵里面要敏锐。那待会呢，我会进一步的跟大家探讨这一点，怎么样的去启动，怎么样的去被神运用在这属灵的恩赐方面。